现在已经起床了，然后准备化妆，然后拍摄。早上好，Good morning。我的睡衣穿的，现在换好了红毯的衣服，就是说富贵有。然后早上化了一个妆，先拍一下照片。我今天就像那个。王者荣耀的甄姬，绝了！有点像甄姬。出发拍视频，裹了一个浴巾。我们现在已经妆发完毕，要去红毯了。哎，你这鞋拿去！那我干嘛上厕所？紧张。是从对面那个门出来。一下子好华丽，哎呀，像砖头一样。好，我这个衣服我现在就是个危楼，等会儿有一个门，像我啥都别掉。这样有，fighting。一个门是去，另外一个门是从媒体后面有一条单独的小路。好，满天的谣言，就直接走，跟着他们。太可爱了，好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继续欢迎大家守候在我们今天2025趣音乐娱乐秀。只愿能穿过雪里，打破这世界，流星坠跌，穿越界限，跨越一切。Thank you.